掌声送给小银星艺术团与上海175当代舞团。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呢，我们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励志一百2021中国品牌日的晚会。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曹可凡。大家晚上好，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林海。我是新华社主持人刘畅。大家好，我是新华社主持人栾玉欢。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天我们相聚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相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地，共同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21年是十四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在第五个中国品牌日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为大家展现中国品牌的力量。本场晚会由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指导，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联合新华社内各专业机构与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网、哔哩哔哩共同主办，东方卫视中国国家品牌网承办，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支持。2021中国品牌日晚会由西凤酒首席赞助播出，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本节目由波司登特约赞助播出，波司登畅销全球72国。本节目由月星集团全程支持，月星集团把美好生活带入每个家。2021中国品牌日晚会由中国银联支持播出，云闪付，支付先看云闪付。本节目由上海阀门厂支持播出，上海阀门厂开合之间，风华百年。国家的标准，我们的品牌，为推动我国品牌建设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和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共同发起中国品牌励志一百行动，联合百家主体，聚焦百个品牌，展现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驶过百年航程，红船终成巍巍巨轮，筚路蓝缕，风雨百年路，民族品牌今朝展风华。一百年，斗转星移，品牌逐梦苍穹之上，搏击长空，深海前行，中国速度领跑世界。一桥飞架三地，天堑变通途，华龙出海，特高压点亮一国灯火。三个转变立壮志，品牌强国进行时。一百年，洗尽铅华，老字号传承经典，隐形冠军臻于至善。新基建风起，产业新锐再出发，聚焦双碳目标，走绿色发展新路。一百年，风展红旗如画，小康之约，山海情长，植绿色希望，结冰雪奇缘，沐万丈霞光，心怀美好生活向往。2035，愿景在望，盛世登临，中国品牌与世界同行，丝路之上，行者无疆，百年变局，中西交融，中国品牌稳中求进，再开新局。站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风华正茂，2021豪情激荡，励志新征程。精益求精，历久弥新，这些中华老字号的背后是几代人匠心打造的金字招牌，是一个个关于品质传承的百年传奇。没错，
击跬步一掷千里，长青的品牌是奋斗出来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点赞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管理学教授朱晓明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有请二位。大家好，我是金灿荣，今天很高兴能和朱院长啊一起为中国品牌百年荣光点赞。大家好，我是朱晓明，我是浦东开发开放早期的亲历者之一。我感受到我国正处在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品牌历经淬炼，正在把握机遇，厚积薄发。是的，能跨越世纪的民族品牌都有着非凡的品牌生命力，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产品正在向中国品牌转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崛起的显性表现啊。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走出国门，在国外掀起了中国风，创意为魄，创新为魂，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创造奇迹的新征程。今天我们为中国品牌点赞，点赞，请两位嘉宾移步至点赞区。三、二、一。谢谢，谢谢两位点赞嘉宾的分享，请就坐，谢谢。朋友们，百年时光荏苒，我们迎来了复兴伟业的壮美画卷。下面请欣赏歌手周深为大家带来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和光同尘》，掌声欢迎。有请周深。千年传承的凤香，中国品牌日晚会由西凤酒首席赞助。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本节目由羽绒服专家波司登特约赞助。为了寒风中的你，波司登努力44年。波司登羽绒服畅销全球72国，赢得超2亿人次选择。专业羽绒服，当然波司登。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汽车品牌挚友 Marvel 二代言人周杰伦。用我的新座驾5G 智能电动 SUV Marvel 二，更有一键召唤、手势控制、自动泊车等超多黑科技表现，智能科技蛮酷的哦。环球港来了，吃住。玩乐够，天天嗨不够，环球港除了家就想去的地方。悦星集团，一口美汁源汁汁桃桃，全世界都是桃汁的小美好。和我一起扫开盖赢美好，开盖扫码再来一瓶，多赢多美好。谁说女生就该求安稳？勇于突破，卷发才是我。秀发毛糙引胖，新东芬秀发复活系列，含小分子胜肽，渗透修护，焕发9倍强韧力，持续复活秀发，新生般柔滑强韧。我的头发我说了算。宝宝奶粉怎么选？配方是关键。金领冠奶粉突破性中国专利配方，全新二代 OPO， 新鲜生牛乳，6维易吸收。金领冠，中国专利配方。金领冠，奥妙说去焦油不怕污渍细菌，奥妙酵素洗衣液形成保护膜，去除99种污渍，99%除菌，一洗即净，无残留，守护健康。奥妙除菌系列。我们把走过的每一个时代放进每一张银联卡，当支付拥抱数字科技，我们的小生活打开了大世界，而
笔支付，只为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幸福。云闪付，见证向上的时代。中国银联。强大是生命的执念，从踏上这条路开始，只要心中有山，就放手去攀。懂你所需，带你成长，中国建设银行。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汽车品牌挚友 Marvel 二代言人周杰伦。用我的新座驾5G 智能电动 SUV Marvel 二，更有一键召唤、手势控制、自动泊车等超多黑科技表现，智能科技蛮酷的哦。有你，我在。
百年品牌焕发时代荣光。即将登场的两位企业家，他们一位呢是专注于庞然大物，一位呢是专精小巧构建。这一大一小呢，历经了百年磨难，依然是朝气蓬勃。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江南造船集团总经理黄文飞、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克。江南造船厂呢，是创办于1865年，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被誉为是中国第一厂。他们创造了我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国产万吨轮东风号，还有我们熟知的极地破冰船雪龙二号。最近呢，江南造船集团交付了全球第一艘无纸化建造的船舶海勋160。我想请黄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呢，它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海勋160呢，是我们江南给东海宝藏中心交付的一艘目前国内最大的航漂船。2015年呢，江南造船组建了150人的团队，专注于数字化设计与研究，并组建了多个实验室。经过多年的攻坚克难，江南造船在数字化上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19年6月，我们交付了这艘海勋160，它的建造周期最短，仅用了11个月，它的建造质量最优，同类型修改量下降70%，它的建造效率最高，提升了30%，并提前交付3个月。这艘船的交付，标志着该类型的船舶是我们世界造船业上数字化之路一个新的里程碑。谢谢。从工业先驱啊到现代化造船，江南造船厂呢历经了一个半世纪的风云激荡，依旧在时代的巨浪中呢乘风向前。我想请黄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江南精神。2001年，江南造船与球星造船战略合并重组。1867年，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门口挂了2个匾，一个匾上书写着玄龟，另一个匾书写着直距，玄龟直距。1902年，球星造船厂建厂之初，它的门口也竖立了一个匾，书写着气为球星。玄龟直距讲的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气为球星讲的是自造国之重器，必然要创新发展。2005年，江南造船140周年厂庆之日，集全体江南人的智慧，结合江南造船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惊天动地的业绩，我们概括了16个字：爱国奉献、求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这就是江南精神。江南的发展呢，是我国军工报国、实业报国和科技报国的典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生动实践。谢谢黄总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我们看过江南造船厂的国之重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巨轮背后的隐形冠军。可以说，上阀股份掌握着我国不少大项目的一开一关，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红系列卫星、秦山核电站、华龙一号等等，都用的是咱们上海阀门厂的产品。王董，是这样吗？没错，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在核电、国防科研、化工领域，也是第一批参与核电技术出口的核心企业。没错，阀门体积虽然小，但是作用不小，技术难度呢更不小。那么在您看来，是什么支持上阀百余年来依然勇立潮头呢？上海阀门厂经做一件事100年，就是把阀门做精做强，匠心让我们上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创新让我们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巨轮呢是国之重器啊，阀门虽小，但是呢可以说是国之精器。但无论是重器还是精器，他们都成就了我们的中国骄傲。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请就座。
好，接下来请欣赏由2021中国品牌日晚会品牌推荐官演员黄晓明、著名歌唱家、冬奥文化推广大使伊利元为大家带来的歌曲《理想照耀中国》。谢谢黄晓明、伊利元。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欢迎点赞人、著名指挥家曹鹏先生和中国著名女子足球运动员、中国女足前队长蒲伟。有请。大家好，
我是曹鹏，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女作前队长蒲伟一起为中国品牌美好生活点赞。大家好，我是蒲伟，能和曹老同台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曹老是德高望重的指挥家，始终致力于高雅艺术的推广和普及。音乐是一种语言，为人们架起沟通的桥梁，能帮助自闭症孩子们打开心扉。和音乐一样，体育也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就在上个月，中国女足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女足姑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品质。感谢曹老对我们女足精神的认可，作为曾经的一名女足运动员，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也希望铿锵玫瑰这种顽强拼搏的精气神能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逐梦想，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谢谢。我今年96岁，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看到今天勇敢战胜疫情的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的中国，有着文化自信、道路自信，进入中华盛世的中国，我倍感骄傲。今天我们为中国品牌点赞，有请两位嘉宾移步至点赞区。三、二、一。再次感谢我们两位点赞嘉宾的精彩分享，下面有请歌手谭维维带来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墨梅》，有请。心爱
纯更精神。谢谢唐薇薇。同时我也建议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于广西桂林的水袖舞者，谢谢刚才他们两个人珠联璧合的表演。曹老师啊，说到桂林呢，除了甲天下的山水之外，还有一件东西对咱们主持人这个行业来说特别有用，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啊，青烟丽嗓，营养丰富，那就是罗汉果。哦，林小海同学开始带货了是吧？带货不敢，带货不敢，就是有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过说到直播带货的话呢，我绝对算个新手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位专家啊，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同时，这位专家呢，还是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的获得者。Hello， 薇娅。嗨，倪老师好，曹老师好。我刚刚也一直在听，就忍不住想给倪老师点个赞。因为我觉得林老师真的很有做主播的潜质，然后说我是专家真的不敢当，因为我只在这个行业时间比较长，尤其是直播助农这方面，我觉得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小心得。首先我觉得电商直播它不仅是一个购物的平台，也是一个传递信息和价值观的一个阵地。一次好的直播助农的话，既可以让大家知道农产品标准化好处是什么，然后呢，同时也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对这些产品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其次呢，我觉得直播助农不仅是为了销售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真正提升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以买代捐。对于乡村振兴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这也是电商主播也可以做的更有社会价值有益的事情。好，谢谢您的分享，谢谢。好，谢谢薇娅。的确就像薇娅刚刚所说的一样啊，随着电商直播平台的加入，它打通了从田头到餐桌的通道啊。比如刚刚我们说的那枚小小的罗汉果，它作为广西桂林的地理标志的产品，通过了政策扶持、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品牌，并且畅销海外。那么说到这个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前系列了。那么在我们今天晚会上也请到了来自贵州的客人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致富的喜悦。来，姑娘们有请。有请。好，我们掌声欢迎几位来自多彩贵州风的演员，欢迎各位啊，欢迎你们。好，这个首先抢入我们眼帘的当然就是这个服饰和银饰，真的精美独特。自古以来呢，钱银都是蕴含着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还有各位可以注意看身上的绣片，这个应该是钱绣对吧？是的，这是我们贵州的钱绣。像在我们贵州苗族，未出嫁的姑娘们都会亲自为自己缝上一件这样的嫁衣。然后像我身上的绣的花，还有银饰上的这些鱼啊、蝴蝶的图案，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嗯，美好的向往。对的，保留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这大概就是钱银和钱绣啊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那么几位姑娘今天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带来的宝贝是什么。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刺梨，是我们贵州的水果之王 VC 之王。大家知道这个，说到这个维 C 水果之王，大家想到可能更多的是猕猴桃。其实刺梨所含的这个维生素啊，远远要高过我们大家通常所熟知的一些水果的产品啊。是的，没错。还有什么？我们贵州的前茶。哦，前茶。哦、贵州的前茶。也是贵州的这个地理标志产品。是的啊，当年在清代的时候曾经是贡茶啊，贵州的前茶。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姑娘的这个袋里是啥。油辣椒。哇、哦、
啊，这个到了贵州哪有不吃辣的啊？这个贵州在全国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啊，这个开头是老，是说一个很可爱的女性是吧？但实际上真正你到了贵州之后，你会发现贵州的辣的产品真的很多，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特色。到了贵州哪有不吃辣的，对不对？各位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个也是另外的一种包装，对吗？啊，真的很下饭啊。好，来，这位姑娘的袋中是什么？酸汤。酸汤，酸汤可以说是我们的贵州对于中国美食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啊。尤其像我跟曹老师这样的吃货，我们有了这个就不用跑到专门跑到贵州去吃酸汤鱼，有了这个你在上海买了鱼可以自己做，这还真是啊。好，非常的谢谢各位哈。其实到贵州，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贵州做客的话，可以发现在那片土地上有更多非常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我们也再次的谢谢各位的分享，谢谢各位，谢谢。在乡村振兴的这个道路上啊，我们的当地政府也是把小作坊变成了大产业啊，为钱货出山可以说插上了新的引擎。如诗般的贵州呢，欢迎四面八方的宾客。那么接下来呢，新生代歌手陈雨琦将携手这群好客的贵州姑娘，为我们大家带来歌舞《山水贵客》，大家掌声欢迎。到此一经再没有
2021中国品牌日晚会由波司登特约赞助播出。波司登畅销全球72国，本节目由悦星集团全程支持。悦星集团把美好生活带入每个家，感谢本节目指定用车R汽车，R汽车上汽旗下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随着消费的升级，中国制造正改变着传统的刻板印象，向中国创造转变，向美好生活出发。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鸿润 ，R 汽车首席运营官江辉。有请二位。欢迎刘董，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呢看京沪。所以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刘总啊，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京沪高铁这一趟时代的列车是不是也同时见证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呢？是的，这10年来呢，在国铁集团的领导下，在沿线北京、济南、上海铁路局的鼎力支持下，这10年来在为民服务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可以概括用10个字来概括。哪10个字？联通、缩短、便捷、催生、绿色。京沪高铁呢，连通了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圈，连通了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连通了沿线3.82亿人。那么京沪高铁呢，缩短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把北京到上海之间的旅行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为4个半小时。是。那么京沪高铁每天开行550列，每年运送2亿人，乘高铁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京沪高铁呢，催生了一批新的城区，也催生了一批新的产业。那么同时在节能环保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那么占用土地呢，仅是其他运输方式的1/2。是。每年减少碳排放量200万吨。您看，刚刚一连串的这个数字哈，如数家珍，看得出来哈，您这个作为京沪高铁的掌门人之一啊，您这个对于这一条高铁上的所有的事儿，您都非常的了然于心啊。但是我想有一个数字大家应该很清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是1318公里的距离。刚才我们也说了，京沪高铁真的让千里京沪一日还成为了一种现实。那接下来其实下一个10年就要开局了，能不能跟我们展望一下下一个10年京沪高铁如何开启？下一个10年呢，我们将牢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方针指引下，那么进一步做好这个各项工作，我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儿，一个拓展，智能优化，第四个是提升。在拓展方面呢，进一步拓展到这个服务范围到安徽的主要高铁，为长三角一体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拓展铁路沿线的通信网络服务。节能储能、土地开发以及轨道维修和客运服务，进一步要优化动车组的运行图和开行的运输结构。那么在智能上开行智能化动车组，实行智能化收取票以及智能化维修，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为大家提供更好的餐饮、购物以及更好的出行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太棒了，我觉得这个下一个10年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可以这么说啊，今天的京沪高铁为世界高铁已经树立了一个标杆和典范，完成了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华丽转身。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刘董今天的分享，谢谢。秦总好，我们知道啊，上汽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集团，那么在今年呢，却主动求变，上新了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 R 汽车。请问一下江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推出了这一全新的汽车品牌的呢？汽车啊，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讲，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了，更像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空间，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伙伴。那么我们 R 汽车呢，正是上汽集团践行新四化的排头兵，
我们推出二品牌的使命呢，就是要用科技兑现人们对于未来美好出行的一切想象。谢谢。说得太棒了。听说二品牌呢是全球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 5G 双证齐全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那么想问一下它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是的，没错，这个在今年的2月份我们二汽车呢推出了全球首款实现整舱交互的 5G 智能电动 SUV。 那么这台车呢首先搭载了全球最先进的R-Pilot 3.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时呢基于 5G 它能够提供更好的人车互联、车车互联以及车与我们的基础交通设施的互联。那开着这辆车啊，能够让我们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高效。谢谢江总的分享，说得太好了。我们的中国汽车品牌正在自我淬炼，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把握战略新优势，那么就让我们一起风驰电掣，即刻出发。让我们有请即刻俊逸。城市的呼吸，用冒失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跳穿过眼眸，变成了暗红，疼过的心都感动。We are， 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记得出发，当我唱起这首歌。跟上快乐的掌，为你找到出口，毫不保留。每次想你时候，都灵犀相通。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因为爱学会保留，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记得出发，当我唱起这首歌，跟上快乐的掌，为你找到出口，非常的冲动，都因为爱激动，凭着翅膀的滚动，逆风顺风，一点一点一点迎向了天空，所有的好梦穿过黑夜付诸行动。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真的我，记得出发，跟上快乐的掌，为你找到出口，我毫不保留。一起四座皆惊，再一次感谢即刻俊逸的精彩表演。为传递中国品牌的正能量，推动品牌建设工作的全面发展，今年4月由中国国家品牌网发起，新华网新华优选联合举办了点赞2021我喜爱的中国品牌活动。
根据网络平台点赞数据并综合专家意见，最终共有100个品牌上榜，排名不分先后，请看大屏幕。佳琪，很开心从刚刚的揭晓中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可自主品牌。中国好品牌展翅上青云，凭借好的口碑、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理念，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走进中国消费者的视野，走进百姓生活的日常。国潮正当时，引领新潮流，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新时尚。这其中也有蓬勃发展的在线新经济贡献的一份力量。直播间里面选国货，美好生活不停步，支持国货，赋能国货。我是李佳琦，我为中国好品牌点赞。再次祝贺上述品牌。2021中国品牌日晚会由西凤酒首席赞助播出，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本节目由中国银联支持播出，云闪付，支付先看云闪付。本节目由上海阀门厂支持播出，上海阀门厂开合之间，风华百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曾荣获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舞剧骑兵选段，有请。有请。
京都品牌呢，是以创新为魂，质量为本，诚信为根，实现了从一叶扁舟到航空母舰的蜕变。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点赞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夏国宏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扎学雷以及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副台长袁峰。大家好，我是袁峰，今天很荣幸与两位国之重器设计的参与者一同为中国品牌畅想未来点赞。我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小到一片树叶，大到整片宇宙，古往今来人类都是带着问号前进的。中国航天从载人上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火星探测，这种飞速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胜利和正确。记得小平同志说过，没有60年代搞航天，就没有我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它是一个民族的实力。尽管我们现在的品牌还不是太亮，还不是太大，但是我们相信拿出嫦娥奔月的这种精神，拿出我们抗疫疫情的精神，我们将无敌于天下。我们正式加入月球探测行列还不到20年，但在探月的征程上可谓步子大迈得稳。中国航天人践行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锲而不舍地铺筑探月之路，终于实现了月宫取宝、月轨对接、太空投地的壮举。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能够以科学为笔、技术为墨，不断书写科技兴国、品牌强国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我们为中国品牌点赞。有请三位嘉宾移步至点赞区，也请现场所有来宾一起倒数，共同见证3、2、1。谢谢，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点赞，谢谢三位，请就坐。下面有请著名歌唱家陈思思为我们带来歌曲《雪恋》，让我们共同期待北京冬奥盛会的到来。有请陈思思。Show
起伏跌宕的人间，落地为岩，海阔天空的云烟。若我为烟，一生一世的心愿，缤纷雪花，风轻吻着你双眼。无惧竞争，打造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让我们掌声欢迎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中国南极昆仑站首任站长李愿生。有请。2020年的11月，中国南极科考队踏上了第37次科考的征程。作为南极科考专家，李站长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南极科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好的，这个大家晚上好。南极呢，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冰雪圣地。我去过好多次，但是每一次都为它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们中国国家南极考察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呢，南极又是一个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一个地方。波司登等国家知名的企业为我们国家的南极考察队战胜南极的冰雪严寒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中国的品牌点赞，为我们波司登点赞。李站长说得好，其实这个波司登呢是率先征服世界3级的中国服装品牌。那我想问一下，在我身边的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先生啊，咱们做这样的事情要征服3级，您最早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挑战极寒呢，探索极限，是波司登万能南极科考的初心。波司登专注于牛佛45年，助力中国极地事业23年，多次引领行业创新，使羽绒服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服装品类之一。南极科考对御寒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我们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共同研发专业保暖的服装，对科考保暖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品质防寒服。我们将学习和弘扬极地精神，制作技术领先，有创新无人机，占领品牌制高点，向世界展示中国羽绒服的匠心魅力。谢谢高总，谢谢。谢谢。以民族荣誉为己任，波司登不断探索，不断刷新行业标准，引领中国羽绒服行业走向世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谢谢。谢谢。
前行的脚步啊，永不止步，为探索而奋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欢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严俊，中国银联执行副总裁谢全松。有请。欢迎二位。那么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呢，202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可以说是再创历史新高。那首先请严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上港集团何以取得这样大的这个成就。2020年啊，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350万标准箱，连续11年蝉联世界第一。这几年啊，我们加大了科技投入，尤其是在洋山啊，我们建成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洋山四期，它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与传统码头相比呢，自动化码头可以啊减少70%的人力资源，也可以提高30%的码头的作业效率。如果有机会从空中俯瞰的话，你会发现偌大一个港口空无一人，各个机械井然有序的穿梭自行，场面非常震撼。这个有机会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参观一下啊。其实根据2020年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上海已经跻身全球航运中心第3。那么下一步啊，我们这个上港集团在加快同长三角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方面，我们有哪一些计划？上海呢已经初步建成了现代国际航运中心。那么上海港现在每周有300班以上的船舶和206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进行通航，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通联度最高的港口。那么对于上海港来说啊，我们已经跨过了以量取胜的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啊量质并举，同时在加强我们硬件建设的同时啊，来进一步提升我们软环境，尤其是建设现代的航运服务体系，希望能够早日建成啊辐射全球的世界一流的航运枢纽。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港集团呢正在向全球卓越的码头运营商和港口物流服务商的这个目标啊稳步迈进。上海港的优势呢正在变得更优更强。谢谢严总。谢谢。我们知道支付方式的变革呢正在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国银联近年来不断走出海外，受理网络已经覆盖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在境外发行1.5亿张银联卡。那么海外用户是如何评价银联品牌的呢？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记者发回的报道。Okay, I also know Huawei, Oppo, Vivo, and I also know UnionPay. UnionPay is a paying method. It's very comfortable to use it. I am a businessman based in Nairobi, Kenya, but I do my business in the larger East Africa region. I basically deal with accessories. I use my UnionPay to pay for my products in China.银联的基本上可以涵盖所有的都可以，就是去哪儿，交学费也好啊，然后正常的日常的杂货那种用品啊，什么都可以买。我们看到银联支付服务受理范围从境内拓展到全球，建立起了互联互通的全球支付网络。请谢总为我们分享一下，未来银联在国际化方面还将有哪些规划呢？银联品牌呢能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也是我们努力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在境外也有9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00万家商户可以开通的银联移动支付。下一步啊，我们将加大在境外推广基于二维码和手机闪付的移动支付，同时呢我们还将在境外加大业务本地化的服务力度，不仅为中国人出国提供银联服务，同时呢也让更多的
外国人在本地使用银联服务。我们看到数字化正在成为支付行业的下一站，请问谢总，银联在推动支付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呢？近年来呢，银联以交易大数据为基础，大力创新和应用金融科技，推出一系列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数字化产品，比如我们联合银行推出首款数字银行卡，也就是银联无界卡。通过这款产品，你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申请开通银行卡，不需要到银行柜台办理。同时，我们还推出了云闪付 APP， 不仅你在信用卡还款和转账的时候免手续费，而且呢，可以在交通出行、日常消费等多个场景使用，为大家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谢谢，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请就座。银联无界，艺术亦无国界。接下来，我们将欣赏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跨界融合，由广州杂技艺术院带来的《肩上芭蕾》。该节目曾荣获国际杂技最高荣誉金小丑奖。接下来就请各位欣赏。Thank you.
从1921到2021，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下面请欣赏由著名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为我们带来歌曲《百年》，有请。百年前的一棵树，新芽绕成雾，它曾看见爷爷告别了老屋，那条烽烟滚滚的长路，热血洒征途，那群衣衫褴褛的人啊，要去找日出。几十年后，这棵树新芽挂露珠，他曾看见爸爸奔走着欢呼，那片春风浩荡的田野，万物又复苏，那群自强不息的人啊，有新的感悟。百年的风让山河天翻地覆，百年的梦让人心有了温度，多少青丝变白发，青春现热土，原来每一步都铭心刻骨。
中国品牌日晚会由西凤酒首席赞助播出，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感谢本节目指定用车 R 汽车 ，R 汽车上汽旗下高端智能汽车品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品牌的世界共享凝聚强大力量。现在我们有请艺术家、指挥家曹鹏、廖昌永、陈思思、力量之声组合 SKY 天空少年、吴正丹、魏宝华、陈雨琦和我们民族品牌西凤酒董事长张正先生、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红先生等企业家代表，以及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高唱歌唱祖国。红旗